OK， 今日嚟啊，大家知啦，系出席中联办呢、這个新春嘅团拜，咁而家准备上去食饭，系啦，有冇特别？我諗大家見到個規劃綱要裡面都提了香港咧好多嘅內容，咁所以咧我覺得要喺唔同嘅香港唔同界別嘅範疇，我覺得都要聽嘅。最希望係令到咧，我覺得嗰個經濟嗰個發展咧，可以有助香港發展得好啲，呢個係最重要嘅咯。嗯，有冇？好啦，好，唔該曬 ，thank you。